大家好，欢迎收睇5月5号星期四的收市 Go Round， 由我陈宇提同大家总结港股概况。港股今日先高后低压天线得而复失。联储局排除单次加息 0.75 厘的可能性，恒指随着美股的急弹高开293点之后，升势是逐步增强的，一度飙升415点。但内地四月财新服务业 PMI 见过两年的新低，港股升势就收缩，压偏线亦都是得而复失。美段开始倒跌，失守了2万一大关，收报20793点，跌76点，跌 0.4%。又看看国指情况，收报7117点，跌了19点，跌 0.3%。另外我们都见到在科指股份方面，收报在4258点，跌了6点，跌 0.1%。大市成交金额微增至1007亿元。马上又来看看重磅股份的情况。港交所抗跌回升 1.3%， 汇控同友邦相相下跌 0.6% 左右。百威亚太首季盈利按年增长近三成，股价创到一个月新高，收报21元，急升 6.8%， 位居于蓝筹榜首。反之阳明生物就跟随着板块继续是走低的，收报54.2元，大跌 5.4%， 在蓝筹之中见底。欧盟计划要逐步禁止俄罗斯的石油，油价是应声上升，石油股份突围，中石油和中石化携手实现到六连升，分别升到 2% 以及 0.5%， 中海油微升 0.7%。 美国再将88家的中国企业列入到临时除牌名单，中概股未受到太严重的打击，走势比较分化。在科技股份当中，见到京东、Bilibili 分别升到 0.8% 以及 1.5%， 网易下跌 1.7%。 同时亦都见到喺汽车方面，小鹏同蔚来分别推升 2.3% 以及 0.4%。 至于华能就收报喺3.9%，急跌 6% 咁多。今日嘅收市 Go Round 先到呢度，听日再见。